好，大家好，本章节为大家介绍扇形。扇形会自动展开已选一系列灯具的数值。扇形多用于水平及垂直属性，当然其他属性也可以应用。为了体现扇形效果，那么我们在编辑时需要选择两个灯或两个灯以上才能进行编辑。首先在灯具窗口选择灯具，定位打亮，调整好起始位置。扇形打开的方式可通过点击当前选项，这里总共有六种扇形模式，那么我们通过选择第一种，然后调节水平数值。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灯具分成两组进行双向交叉，也就是当前所选择的扇形模式为左右同步模式。那么可通过编辑好之后，把当前的效果记录到重演区，点击储存键，再点击场景键，储存之后点击清除，即可演示刚才所保存的效果。接下来再为大家演示第二种扇形模式，同样选择灯具定位打亮，调节好起始位置，扇形模式选择第二种，同样转动水平数值。好，那么这时候我们会发现通过选择不同的扇形模式则会影响扇形发散的效果。那么我们再把当前效果储存到重演区做比较。好，那接下来再为大家演示扇形的第三种模式，同样选择灯具打亮，调整起始位置，点击扇形，选择第三种模式，转动水平对应的转轮。那当前模式呢，即为中间不动两边动。好，那么同样以此效果进行保存到重演区。那么扇形的其他模式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研究。好，那接下来为大家演示扇形可配合技巧对话框实现扇形效果。那么首先同样选择灯具定位打亮，打开技巧对话框，当前方框下分列即为几个灯为一列，过滤技巧即是奇偶数， X 轴单选即是横向第几个灯具，如输入3则选择横向的第三个灯。好，那么我们可通过重置让参数回到0， X 块即是横向的几个灯为一块，那么可通过输入5，五个灯为一块， X 分组即是横向的分成几组，由于编辑 X 块五个灯为一块， X 分组即为两组。好，那编辑好之后在方框下选择第一个扇形模式，转动水平对应的转轮。好，那么通过编辑技巧对话框再配合扇形发散之后，就发散出左右同步效果。那下面为大家演示重新选择灯具定位打亮，调节起始位置，打开技巧对话框，当前方框下 E 即是对称镜像的意思，编辑为两个 E 样式为正。那么同样再配合扇形第一种模式发散水平，那么所发散出来的效果不对称。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点击定位键回到定位状态，把 E 样式改为负。好，再进行发散水平，那么这时候的效果就以对称的形式分成两组。好，那本章节就介绍到这里。